在这里，他们饱受凌辱，自尊彻底被践踏。今天晚上来的全是皇军大英雄，你们要好好的服侍。敢反抗我，正合我的胃口。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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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一定要逃出去，不逃就会给日本人糟蹋。逃走是唯一出路，死亡是最后终点。没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。我知道有人能帮我们。女集中营。